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献礼人。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爱上中国的大好河山，我爱你中国。 Namaste。 你好，来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桑迪，来自尼泊尔。今天要为大家表演什么歌曲呢？今天我带来的是费玉清的一剪梅。哇哦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要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，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，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太像了吧，闭上眼睛听就是小哥。哎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选一剪梅这首歌？其实一剪梅这首歌挺难唱的。其实我爱上中文歌是因为我爸爸，他是尼泊尔的一位电影演员，是因为他的原因，我从小看了中国很多电影，电影里很多中文歌都很好听。后来我来中国了，有一个中国朋友说我的音色很像中国的一位歌手，我问是谁，他告诉我叫费玉清，还推荐我他的一首歌，就是这首《一剪梅》。啊，这个下次你再唱费玉清的歌，我建议你啊，换一套西装。好，那个费玉清唱歌时候永远一套老西装。那你未来想留在中国，想做些什么呢？其实我以后想开一间制作中尼两国的旅行社。啊。中国很美，尼泊尔也很美。两个国家之间还有历史和文化的交融，我希望能让两个国家的人民更加方便地到对方的土地上看一看，把美景和文化看在眼里，留在心中。啊，一定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好棒啊。咱们就组这个五个人的团吧，这个桑迪你做导游，我们去趟尼泊尔怎么样？好，当然了，钱我们自己会出的啊。谢谢。